都几年啊？我都九年啊。不是，伊叫我老，我你看伊，伊那晚，伊那晚盖老我一包过来了嘛？那个伊人，伊是厉害了。你把你给他喂，我看不。这个是芹菜鱼丸，那都是手工包的，燕皮也是肉打的，这个很费工。像今天这燕饺都是别人订的，那明天下来装一下，冷冻一下，明天他们宅配到台湾去，形状跟燕子一样，所以顾名叫燕饺。它都是用什么做成的？猪的后腿肉。后腿肉。然后加五花肉。这个一盒要卖多少钱？200块。200块。大概80个左右。因为肉一斤都120了。我都没有。先薄利多销了。对啊。先做出好的口碑后再说吧。这不一样。像这个燕饺的话，它也是那个大陆里面啊，中国里面啊，十大名小吃之一啊。这个历史，它的历史都100多年了，打燕饺这个历史。福州燕饺是很有名。对，非常有名，那个藤利燕饺嘛。嗯。